国科会所举办的半导体创新产业新创高峰论坛正式宣布要向全球的科技人才广发英雄帖，希望可以吸引国外的 AI 公司在台湾落地研发。国科会跨部会宣布以 IC 设计半导体相关的应用为题，欢迎全球的科技人才提出创新发想，希望可以在这一波生成式 AI 引发的大商机当中，再为台湾的 IC 设计产业创造新一波的荣景，也希望透过在台湾研发、在台生产，让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可以持续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